杨叔推荐房必定是好房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位于北素里的楼花，2023年春天交房，现在只需要付 10% 的定金直到交房。别忘了点一下收藏，这样以后方便找到这个视频。也请你顺手点一下那个免费的小红心。这个楼花你现在只要交 10% 的定金就可以拿到两年后建成的新房。如果两年后房价上涨 20%，你的投资回报率就达到了200%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转让，开发商不收转让费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哈哈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，因为可以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面。楼盘位于138 Street 加108 Avenue， 距离 Gateway 天车站步行8分钟，附近有素里商业中心、图书馆、大统华、昆特兰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的分校等等。是未来大温地区最具发展的地区之一。推荐的理由不仅是因为地段具有发展潜力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价格便宜。一室户型30多万，一室加书房40多万，两室50多万，几乎是目前大温地区楼花里面最便宜的，所以未来的升值潜力也是巨大的。房价里面包括一个停车位和一个储藏室，以及所有的电器，其中冰箱和洗衣机都是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到手机上的。停车位预留了电车充电接口，在电车一统天下的未来不会落伍。管理费每尺4.1毛，没有出租限制，可以养宠物。赶快转发给你正在买房的朋友们吧，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，因为你别具慧眼，让你的朋友买到了具有投资价值的好房。